现在有几个说话算数的？我天哪！黑社会他算数，没错。现在白社会都不算数。黑社会为什么？黑社会最爱说的一句话叫什么呢？这事儿条件一开出，马上就有人说：“兄弟们，全听见了吧？这什么意思？说话要算数。”那么私约一旦被公约完全取代，这社会是没治的。但是师徒他在现在这个社会，他为什么这么守不住这个师徒的情分或者那种大义，是因为这个徒弟特别容易进入一个陌生人的状况，我不理你这个圈子了，我在你这个圈子混不了，我走。他过去他不行啊，过去为什么不行？过去他离开这个圈子他活不了啊。那现在为什么能活？那现在为什么能活？这主要是这个问题。那就是还是这个社会啊，内心没有约束。内心没有约束，过去说的很简单的一句话，谁都知道一句话，叫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对不对？你跟你爹有什么道理可讲？但是我觉得这个甚至到现在个人和公司之间的关系，你比如我过去就是在很有中国传统的这种特色的地方，你知道现在你看所有的矛盾，包括刘德华最早出道的时候，没有一个艺人没有面临过这个矛盾，就是说确实我开始什么都没有，那么我总是在跟一个公司的关系使得我红了，那么红了之后呢，这个账怎么算？你有约没？不是，你要按契约，对，按法律关系来说，人家西方人按说挺冷酷的，对吧？那甭管那么多，咱约好这么多，到解约我就给你解约，我另走高明了。但是在中国我就发现，包括我自己啊，这个道德负担呢，的确，你想，它不是一个契约的问题，而是确实咱们中国还是有这种没有他就没有我呀，都是他当年捧我，饮水要，那么饮水要思源，这个账怎么算呢？哎，最高的道德标准叫受人滴水之恩，当作涌泉相报，你知道吗？那上次你比如说那个咱们认识的美女俞飞鸿俞老师，我就发现他就有一种道德观，他就因为他也是看见这么一个演艺圈里这个师徒之间闹矛盾，然后他就听一个这徒弟就说我还他还不够吗？对吧？我帮他挣了，就是这什么什么多少钱了，怎么怎么着的，就在那儿说啊。哎，我发现于老师当观众，你看他就是说，他说，当年你饿得吃不上饭的时候，人家就是给你他妈一碗馊饭，你到今天你得拿金子来还。你看，这也是一种，关键女侠客，不是？可是你说这玩意儿真的，我要拿金子，我有没有还够的时候呢？问题是你现在抹。你现在说混了，把俩事儿说成一事儿了。我们第一个事儿叫师徒，第二个是公司，这完全是俩概念。师徒之间，如果你承认过去旧的那个传统，就是一日为师，这个终身为父，他就不能再讲这个契约，就不能讲对价。我怎么跟你讲对价？你得看看朱元璋当年喝一碗珍珠翡翠白汤是馊汤，最后人家怎么去张榜，我得找着这俩人，对不对？他这个报答不能去用这个对价的方式。那比如说咱就说像这个曹元金说的，当然他们师徒说的都不互相不一样啊，你按照这个他最早说那个文章，就是说这师傅也没白养着我，我是交了学费的，哎，一年交什么8500，这就讲对价。那对，那我交学费，你承认不承认呢？原来是你是师傅。那马爷，如果你说不是师傅，我进的是一家公司，不是，那另说。马爷，那我觉得你这个层面有点问题，就不应该公约和私约也不能讲，还是应该把师这个职位提升到天地君亲师的一个伦理上，因为这个伦理在，就是你心目中徒弟心目中有没有这个伦理，如果没了，那就对师也没有师道尊严了。如果只要我觉得一个人一生当中，我觉得有了这个伦理，天是我们的伦理，地也是我们的伦理，大自然也是我们的伦理，那么亲人还有师父，过去是讲师者童子之命也，那是你的命了。这个里边有一个，这个是不能，这个里边你讲文化，我觉得这里边有个挺玄妙的东西，就是说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不一样，东方文化乃至于你看像那个佛教，对吧，都我不太懂，就是我们讲师道，似乎这个师啊对于你的成功啊，它具有格外的重要的作用。你看为什么？以至于你看，我像听他有些藏传佛教的人就讲，因为你必须认准一个上师。对。那么好，当然有一个问题，你看有些上师不也讲吗？那有些上师还耍流氓呢，有些上师好像人品不大对，是吧？对。这他按照他们的理论，这是两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师傅他配不配做师傅是一回事儿。对。但是他即便不配做师傅，似乎在他这个修行道上啊，
必须有一个这么个最高存在，就认这个师，要不你修行路上你成功你就走邪路，那你麻烦了，那就是说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就是说人家是我爱我师，我更爱真理啊。那如果这个师父如果不代表这个东西，我就不能认了。不是藏传佛教是，他修过，他修过，我没修过藏传佛教，但我知道藏传佛教是这样，他是找到根本上师之前是要花功夫的。哎，并不是说随便一个师傅，你要从旁观察，甚至观察很久，这个师傅他配得上当一个老师。对，然后再经过一段相处学习的阶段，你发现你跟他心心相印，很能契合，他能解决你的心性问题，这时候你跟他相认，这个是师徒相认过程，不是说我拜你为师你就一定要接受，这个师傅还要认出这是我的徒弟，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，不是那么简单。但现在呢，因为朝阳区几万活佛呢，他就把这个有点搞乱了，你知道吧？对，都是东北口的，东北口。他这个是这样啊，我刚才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为什么老混淆就说不清楚呢？第一是我们说的师父，这个父是父亲的父啊，不是那个街头那修鞋的师父，不是师父，是父亲的父。老师是另外一个师道，对不对？老师这个是可以讲对价的，你教完我怎么样的？但师父因为有父亲的这个父呢，他是有这个长幼有序的。师父跟老师不同的是什么呢？都教给你一个本事，但老师不管你生存，师父是管你生存的。过去你住在师父家，你别说你交多少钱，你那钱就不值这钱，对不对？肯定不值这钱。你当年要是说腰缠万贯了，你给师父那点钱吗？你肯定不是。这个就不能再去讲对价。如不管你当年是不是付过钱，这个如果我们讲传统的这个师父师道师徒这个关系，你就不再去讲这个价钱。你不能找他的麻烦，你不能说师傅不敢，菜炒特咸，对不对？你找老找这毛病，那还有完了吗？你爹的毛病你得认着。这我是觉得社会这一条必须要遵守，不遵守我们这社会就更完了。你知道，就是说，像有个经济学家那个陈志武啊，我就发现他有个研究思路，就是说，所有的道德说法背后啊，都有着一种对价，就你讲这词儿，都有着一种对价的事实。就比如说养儿防老，就他认为中国讲的孝道，其实背后隐藏着我们古代没有养老保障，对吧？那么同样，你让我想起这个，也是这个阿成老师写的一个小文啊，我就发现挺逗。他写这个铁匠，就是教一徒弟，这徒弟老给他干活，给他师娘倒洗脚水啊，干了几年活，教一点点，但是就有最后一道，最后一招，就说一直不能教给你。因为呢，一交给你，你不给我干活了，对吧？就得留着你，哎，一直到这师傅就是说临死了，快死了，这徒弟说我尽了一辈子孝了，您得把最后这一道总得交给我吧？这师傅然后说那福尔过来，然后说热铁别摸，就完了。你们就是他其实就是你知道吗？他是一个不安全感。所以我就觉得过去的我听到他们好多，其实啊，咱们有时候你可以把人想得很好，但是人性也有特黑暗的一面。过去那个梨园行里的这种京剧名角，这个之间呢，它确实很残酷的，的确是很残酷的。就是哎，你就像今天的娱乐圈，哦，我把你教会了，你就火了。你火了，我就对你的成功就是我的失败啊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我要不给你们来一个伦理，我是你爹。对吧？我能防着你，火了你也得认我是爹。但是这种人生关系，符不符合今天的人与人之间？我想讲，我们很容易把这个事儿就对立成一个叫做古代对现代，一个私德对公共的契约等等，不是那么简单。我们还要注意到现代社会还有一个另一个特点，我们现代社会师徒关系的变化还牵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消费。我们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理解为一种消费关系。所以今天呢，你上学，你跟老师的关系，我们把从师徒扩大到师，就一般师生啊，从上小学到上大学，上研究院都好，现在都看成一个消费关系。所以你看看今天的大学是什么状态，你比较一下20年前的大学，更不要说民国年间的大学。我们今天读一些民国年间的一些文人的一些的记载或者他们笔记，你常常见到这种讲法，就哪怕是刚刚改革开放那会或者文革期间，你看很多那些北大清华的学生都回忆说，当年这个下完了课，然后还跟老师一路聊，然后陪着老师到家里头，
老师就留着在家里头怎么聊，然后你都不远，这些人都不远，有的还活着那种老师。是，那今天还有这个吗？今天没有，今天是怎么回事？是老师叫女学生上家。啊，对，女学生还不止上家，还得进房上床是吧？就是你看老师家里的书多，没地方坐，您就坐床上吧，对吧？我见过饭桌上他们一教授啊，让这他女研究生啊，来坐腿上，真的，就我亲眼见的嘛，同桌吃，我说怎么不在我这儿坐下呢？你就不是教授。所以呢，你看现在是怎么样？现在是这个学生，他对老师的感情那个感觉什么？我交了学费的，我妈不是给我白交学费，你怎么这么讲？是用这个来讲。而老师呢，现在最常听到的对大学教授的投诉，不是坐大腿，而是什么呢？老师下完课立马就走。你绝对找不到他，没有关系。你以前呢？你常听说学生一起去老师家，对吧？问学啊什么？现在哪有这种？所以这个里边还有讲到一个玩意儿，它实际上我觉得跟今天这个文化艺术的这个门类都有关系。你比方说那个徐浩峰拍了一个电影叫《师傅》嘛，他就说天津那个时候的这个武行里，这个里面啊就有很深的心机和算计。你比方说，哎，你像我问他，当然他说的不一定对啊。对，我问他，我说，哎，人家说李小龙到底是不是最牛的？他怎么从来没参加过比赛，对吧？从来没有正式，你要牛你就打遍天下呀。后来他说这也是中国武行的规矩，就是说你看师傅啊，包括当年他说叶问，到了香港，叶问不会去踢武馆，但是呢，因为师傅万一打败了，这就没法混了。但是叶问会教出一个徒弟。他说叶问教的这个徒弟打遍香港的武馆，这下叶问就可以开武馆。你看他就里边留很深的这个人情，你看你可以看一段那个徐浩峰的那个片子。你知道，我得请教一下这马爷，你知道这个五行八作比较多啊，我就觉得中国的玩意儿或者说东方的玩意儿啊，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特点，还是说说的比较神？哎，你比如说，我觉得现在有些事儿对我就现代科技的发展，让我对有些事儿除魅了。比方说，那个下围棋的那个机器人，他就让我一下明白了，我把过去对围棋的很多幻想打消了。因为我过去认为下围棋啊，靠的不光是算胜负，他还跟你的美学修养、跟你这个人的人品、品格，才能下出真牛的围棋。可是最后你发现这就是一种更精密的计算的话，就对我有一种除魅。那么我就觉得，你比如像中国的，比如武术、中医、相声、戏曲，过去一直到今天，我还存有这么一种想象，就是不是说，就得像孔子游学一样，像文道刚才说的一样，他啊学校里是不可能学到真经的，你还就得是跟着我师傅我呀走遍天下，一路上跟我学待人处事，你学的不光是这门才艺，学的是一个综合性的，似乎是一种人格，是不是？有些玩意儿非得这样吗？那肯定是这样，就是说这个我们活在这个社会上不是靠科学的，我们不是机器，因为围棋这东西是可能下机器下的，就黑白两子嘛，就是一零一个一，所以它能干这个事儿。你让一个科学的办法形容《红楼梦》写的有多好，他就没招了，那是不是就没招了？那好，咱们假设曹雪芹是一作家，他愿意带一徒弟，这徒弟又有天分，愿意在领悟写作之道的时候，那你跟他身上学的是什么呢？技巧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我认为很多技巧有天生的因素在里头，你在技巧上超过师傅很正常。你比如你的体能，你跟他玩武术的，我体能就是比你好，对不对？我跑的就是比你快，对不对？你比如有的人去，你比如学鉴定这个，有的人就是天生敏感，就是比师傅还敏感，就能干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能因为你有，就是某一技超越了你师傅，你就开始鄙视他，这是文化问题。中国本身的文化中背叛的成分就多，为什么中国人特别爱防着？咱们的文化本身就爱背叛，你知道吧？今天唯一我认为这个社会中还可以不背叛的，就是家庭伦理。就您老说的，你比如你很难背叛父亲，对不对？你父亲当然也有啊，但还有弑君弑父的呢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家庭这个关系，没有人在，比如说你跟你的亲生父亲之间闹了矛盾，你出来论谁对错，你觉得这事儿有意思吗？这事就没意思了。如果你认为师徒关系是这样一个伦理，而不是公司，
你进门那天就确认了，那你就严格按照这个制度，这就是文化。我觉得你刚才提的问题跟马爷回答是可能是两个层面。你问的是传在一层面，不是你问的传统的那些东西有没有神一点的东西？嗯，对，是吧？你问的是厨卫，是不是非要有这么一套方式，孔子式的方式才能教出？你说围棋除魅了，那就围棋没有神的东西。对，但是围棋师傅是有神的东西。我觉得围棋师傅比那个机器人还是有神的东西。神在哪儿？神在哪儿？就是说，一个人按机器人的那个路数下围棋，他安顿不了自己，但是师傅是能安顿。这个安身的东西，这个心能放下来。比如说，二祖去求达摩，他是要安心呐，这个心没有安下来。那你学任何一个技艺，他除了学到技术，就是可能。哦，你说的对。是这个，就是师傅甚至能在心态上，你比如说当年就是他们就记得那个吴清源嘛，吴清源就跟这个学生讲，这学生有一阵下棋老下不赢，着急。吴清源就是说，哎，就说要有平常心。我说这话我也会说，这叫师傅。但是后来他说啊，什么是平常心呢？就是说，哎，讲出一番道理，一直我觉得都影响我今天。他说，你平常心就是你下围棋的初心。你最早喜欢下围棋的时候，你难道一定希望赢吗？你可希望有个人把你赢了。就是你要回到你那个时候的最天真的，就是说，如他说，你想想世界上最高的高手，你有机会陪着他下棋，这别人求都求不来的，你不高兴吗？你说你输了，那你有这体验，你不高兴吗？你看他有时候师傅在这关键地方点一点你。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传统的，当然在我看来，今天所有受挑战的这个关系，还不只是传统的一种手艺技艺的师徒，甚至师生，小学老师学生的关系也都变了。但是你如果要说技艺的话，还有一个特点，所有的手艺，所有的技艺，都像刚才于老师讲的，他还不只是老师让学生安心，而是手艺就让你安心。就一门真正的手艺，一门技艺，它是就像你下棋一样，或者你做个编藤也好，或者你做木头也好，你坐进去了，你会觉得我能一辈子我就做这个我就好高兴。它是让你安身立命。没错，你像马老的心是黄花梨做的，黄花梨安了你的心，你找到了安身立命。真是啊，这传统的技艺总是这样。你做这为匠人是什么人？我们讲到匠人，匠人不是现在不是老说学匠人精神吗？说什么匠人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，我们反而大家不太去问为什么他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。他其实很多时候他在做一件事的时候，他不是只想着要做到最好，他是很专注的这一刹那。对，我昨天可能还在闹儿子，我昨天还发生什么事儿，但今天我做这个，我一做我就进去了。这是解脱呀，找到了人生的解脱。真的是，你生命就系在这上。文道说这，我想起一事儿啊，原来给王世襄修家具的那个师傅叫祖连腾，那老爷子肯定故去很久很久了。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碰见一档子事儿，就是人家给我介绍说这是给王世襄修活的，说你找到。我一看，哟，祖师傅那就一看就是那种老北京老好人，就跟谁他比我爷爷还大，他给你都这个啊。然后呢，他给修个椅子，这个椅子呢缺了一块料，他那个废料堆的跟小山似的啊，他就在这废料堆里扒一块料要修这椅子。他怎么找这料呢？他要找这块料的木纹跟这椅子的木纹要对上，这太难。咱就拿块料，反正都是黄花梨，贴上就完了，你看出来就看着本来就是修的。不过他要找一块料，每天找这个料啊，要这个，因为这个木纹他们有宽有窄，你找那料很难对上，就找这块料找三天，最后终于找着一块料能对上。修完了你到今天啊，我要不说你看不出来。他接的那纹，但他不因此多拿钱。对不对？他修你这椅子，比如说就收你，那时候便宜，收你50块。他找三天以后把这块料搁上，你还是这钱。那你说这今天没人干这活，这是匠人精神吗？对对，他不出于匠人精神，这种师傅带出来的徒弟一定是这样。对了，他这个精神气格传下来了。对，但是那翻过来说，还有我再有一个敏感问题啊，哎，你说要是师傅人品不好呢？这客观存在吧？假如碰见一个人品不好的师傅呢？他有技术。我们现在说这个事儿得把这界限划清楚啊。这个是性格缺陷。我们说的人品不好，我认为啊，
只要不违反法律，因为你必须得有一条界限。你说的这个什么叫人品不好？对 对, 对啊，比如说这师傅就小心眼儿，天生的。嗯，但很多是你进门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你为了获取他的本事，你学他的本事的时候，你一开始就得忍受这件事儿。就换句话说，你把他当爹了，你爹的毛病你得忍着，你不能老来大义灭亲这套，对不对？学成了，而且是大义灭亲，这肯定不行。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常常说是现代跟古代的对立，但也不一定，因为有的地方你看到它到今天它还能保存，而它能保存，有时候看到是整个社会一个集体有约束力的。我举一个简单例子，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刚刚讲匠人，不是都喜欢去跑去日本找匠人精神吗？对对对对。如果再举一个日本的例子吧，日本呢，比如说他们做菜的师傅，他们到今天有很多专门的料理行业，那个师徒关系都是很鲜明的。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吃寿司，嗯，今天大家看纪录片，什么小野二郎寿司之神，但其实寿司很多流派，其中有一个流派呢，它很奇怪。今天你去日本料理店吃寿司，他总是给你先来小菜，才来寿司嘛。但是呢，这一派人他是怎么做呢？他是一碟鱼身、刺身啊，小菜一块寿司分着来，然后也有讲究。他这个呢就有个流，他也叫个什么流，而那个什么什么流呢，那个师傅呢现在还在东京，70多岁，全东京这么做寿司的当然很多，但是门口上就挂一个小旗，写着我什么什么流，然后师傅给你写幅字，就证明了你是我徒弟，你出去，人家就认这个，就认这个。就比如说在日本很多这种店，比如说你学做面，学炒菜，学成了，徒弟要走了，自己出去开店，师傅不会说拦着你，师傅认你，你跟了我10年，我觉得你真能开店，写个字，你就挂到店里，这才品质认证啊！对，现货人家一看，现在国内也有那个文道，那个像那个宜兴紫砂壶啊，还有景德镇的那个瓷器啊，他真的有的徒弟学会了，师傅给他写幅字，对，得这样。对，我主要是那徒弟给师傅重礼了，不行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很有意思。文道说这个，我一直在仔细听啊。他这种这个人伦关系，师傅在你看在日本啊。日本就这种，为什么他很多就是我们现在说品牌，就是他传统能够继续下来，就这种精神的存在。我们现在天天强调传统，找不出一件传统的事儿，对不对？师徒是个最传统的东西。刚才我们有时候一篇就讲到师生问题，师生有机会你再单讲一回，就专门讲师生。对，师生跟师徒完全是两个概念，师徒是我们的传统。这个社会中现在好像我仔细想，仅存的几个硕果还都长得不怎么样，天天出事儿，歪瓜裂枣。对对，所以呢你要强调，但可是你到日本就是不是特别多，到处能看到这种师徒关系。然后你看看，我因为我也去日本的时候，你去吃饭啊，那师傅你看年龄就是师傅都70-80了，那徒弟永远垂手而立，恭恭敬敬的，哪有出来把师傅说成那样剪你的短，这肯定是不行，为尊者会，这是一规矩，对不对？而且谁要是出来，在日本谁要是出来像这么样的说师傅怎么样，完蛋了，整个社会没人理你。所以能不能这么说，就是说啊，这个社会啊，就现代化的社会啊，就像河水，但是有些存在着的一些传统和规矩传承啊，就像井水，其实可以并存，就井水不犯河水。可你要到我这井里来，你入了我这会道门，对吧？你就得守我这个规矩。你可以，但是入不入选择是自由的，我不会绑架你来。就等于说，你说出家，对，是吧？出家之前你就知道出家不能娶老婆，对对对，你不能说我的人生自由在哪里，你不能来这个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哎，但是有个事儿要你们想一想。前两年不是有那个什么艺术院校的学生，他以为拜师的名义给老师磕头吗？嗯，现在不也有很多吗？包括那个，那前两年赵本山不是也有弟子给他磕头？对啊，这个也议论很多呀，就是觉得要不要磕头，还有集体亮相的磕头。不是，这两回事。赵本山带徒弟磕头是应该磕的，那是他师傅。但你到考进艺术院校了，你给老师磕头，对。
老师心里还给你磕头呢，不定出什么事儿呢，这也说不清楚。就是你进来的时候是进的和，对，严守井的规则是肯定不行的，哎这个、对不对？哎，你进来的时候你是不是你突然改一规矩？对对，肯定。你这个说我同意，对，他肯定另有所图。师生之间，对不太对劲，不太对劲。不仅磕头，还得磕你床上。